而呢，这个东南科大啦啦队呢，在这个学校的大力支持之下呢，成绩一年比一年精彩。希望呢，今天在我们这个梦时代的大气球游行，能够给大家耳目一新、难忘的表演。请大家一起掌声欢迎东南科大啦啦队，耶、yeah!！技巧，而继续呢，在这个东南科大啦啦队之后呢，为大家介绍的大气球是我们来自于卡通频道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卡通《Ben Ten》里面的代表人物，这是我们十岁的小男孩田小帆。田小帆呢，他意外发现了一只可以改变基因的神秘手表武器，那小帆呢，能够利用它变身成为各种不同的外星英雄。变成外星英雄的他背负起了阻止邪恶势力的任务。小班呢，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以这个飞翔的姿态，希望能够捍卫世界和平。之后呢，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万能科大的啦啦队，他们即将抵达定点，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万能啦啦队呢，成立在民国83年。十七个年头，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成长，那呢，在这个历届的大专杯啦啦队锦标赛当中呢，都获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在2009年跟2010年，我们的万能科大得到了全国啦啦队锦标赛的冠军，是一支非常具有实力的冠军队伍。希望呢，今天能够给全场观众他们的精神以及热力。好的，抵达定点之后呢，请大家以掌声欢迎万能科大竞技啦啦队所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哇哦，厉害的开场！
非常快乐畅开的精神来到了我们的大气球游行现场跟大家见面。哇，真的是热情十足，热情十足，给大家红色耀眼的光芒。也希望呢大家呢每天畅饮可口可乐都可以有一种非常具有活力百分百的感觉。而呢在稍后呢我们这个可口可乐的 dancer 们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定点精彩的表演。好，现在呢我们的50位舞者抵达定点之后呢，在稍后即将为大家带来充满热情、充满了快乐、畅开精神的精彩舞蹈呈现。让你快乐畅开的精彩舞蹈表演，谢谢。大
呢，在我们这个 dancer 们后面呢，大家可以看到的五只可爱人偶呢，在沿途跟我们的民众们握手。这是来自于可口可乐的北极熊，还有呢，我们美丽国的凤梨先生、柳橙小姐。同时呢，还有看到这个雀巢的小蜜蜂跟我们的雀巢先生。最后呢，伴随我们五只人偶的是可口可乐的大型空飘北极熊。哇，再一次谢谢可口可乐呢，也是不断的参与我们这个大气球游行。哇，可以呢跟这个可爱的北极熊、凤梨先生、柳橙小姐、小蜜蜂以及的雀巢先生来握手，同时也再一次的欢迎可口可乐北极熊的通过。Coastal 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他们希望呢给大家非常风味独特的冰淇淋全新口味，而且呢 Coastal 呢是一个充满了欢乐跟热情的冰淇淋品牌，希望大家呢一年四季动不动都要 Coastal。好的，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山大学的阿贝呢也即将就要抵达定点，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先为大家带来定点的演出，而在稍后呢还有这个直排轮，一年四季动不动都要 Coastal， 欢迎我们的中山大学啦啦队。
谢谢我们的中山大学啦啦队跟我们的直排轮。